乖乖跟在林犬员旁，一个头另一个动作，还会表演中枪戏码，超可爱。但他不是演员，而是雄赳赳的警犬。从警七年，将要毕业，开始退休生活。新北市刑大警犬队今年一共有六只警犬将要退休，特别现身活动，小朋友们都好开心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也爱不释手，不断摸着他的头，感谢他在七年来的劳苦功高。他会闻黑火药啊，或是 C4 这些味道，我觉得他工作表现都还不错，他很爱找东西。新北市警犬队这次一共有六只警犬即将退役，包含负责搜索爆裂物的侦爆犬亮亮、首领 Sina， 还有飞达，还有缉毒犬 U2， 最后是已经被领养的福星。想要将可爱他们领养回家，也有条件，除了要年满20岁，家庭成员都同意之外，必须提供他们充足的活动空间，领养人也必须没有前科，也不曾违反过动保法。各位看，从台上找出藏有毒品的纸袋，他就是福星。过去是全台唯一的协议增搜犬，还曾经协助警方破获板桥分尸案，战功卓越。现在服役七年的他，也将要退休，同时由领犬员领养。他是2岁开始带，然后到现在7岁，也是5年，也是蛮久了，多少还是会舍不得。这些警犬将要退休，和他们相处长达7年的领犬员，除了不舍，也替他们开心。在8月1号开始，民众可以到警犬队的脸书登记领养，希望他们都可以找到主人，过幸福快乐的退休生活。三立新闻顾源聪、陈耀文，新北采访报道。